大家好，我是 Jesus， 目前在印尼工作，在加干的台电大陆人。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讨论数位新冠状病毒健康证明。最近很多国家，包含台湾，有一个新的规定，进入某一些公共场所之前，你要给他们看你的健康证明，否则话你不能进入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打疫苗，我们应该要禁止他进入某一个地方吗？台湾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八大行业，但是很多国家暂停啊，百货公司都不行，因为有一个人有没有打疫苗，决定他可以去那里是合法吗？或是假设我打疫苗去一个地方，我一定要给他看我的健康证明吗？那个不属于我的私人私了吗？我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，强迫打疫苗也是为了保护大家。问题是那是错的概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没有打疫苗，跟你有没有办法被感染或是传染给别人完全没关系，完全没关系。所以呢，打疫苗没有对其他人安全，就对你自己比较安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疫苗帮助你身体可以比较容易反抗病毒，那是为什么打疫苗之后死亡率非常非常小。所以有一个人没有打疫苗，没有影响到别人的安全，拜托，那为什么我们要摆直没有打疫苗的人？我个人觉得你应该要打疫苗，因为对你比较安全了。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不想要打疫苗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毕竟是他们的个人选择跟权利。而且台湾80%的人已经打疫苗，所以危险已经过了，所以不要因为害怕打压个人的自由。你觉得呢？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，你可以上网查资料，但是上网资料太多了，那你去看医生问他 OK 吗？好吧，今天我太认真了，但是因为最近看到新闻，想要跟你分享这个想法，因为我怕你被骗。不用客气，好嘞，拜，再会。